按一次扣一次，哎、欸、你哎、欸、是这你狂按，一秒按六下看看，哦，扣很多扣很多，哈哈，这个有料有料，你的敌人如果很紧张，他会扣更多。损失多少？就170万赚啊！然后损失完之后，我还要自己花钱再买装备回来，不然这只身上没装备啊！这些都是额外买的、啊，这一件买的嘛，这一件昨天才拿到，昨天跟盟友买的，这也是买的、啊，这原本就有，这三件原本就有，裤子、鞋子跟手套原本就有，啊，这个也是买的，都是后来额外买的啊！所以你要说损失，就是原本损失的再加上这些东西啊，这些原本可以不用买的、啊。梦幻乐园的话，我们差1300减751，549片。好，刚好可以按一次。这个我们已经点了几次了，接手之后又点了两次，现在已经补正到25%了。这个点过就毕业，护身符就毕业了。过，所以毕业。我们梦幻乐园20阶完成25%，一发入魂。像我们这个护身符就毕业，这只是自己差不多的吗？可能要跟这只立风打比较准。哦，这只比较差不多哈。铁力已经见底了，很接近，很接近。多打几场，等一下转圣剑再一次。打起来真的蛮接近，因为我这只原本跟那一只应该是差不多啦，但是因为我买空身啦，原本这一只的装备是还比较豪华的，原本这只穿古代守护者斗篷，然后牛人龟甲都是好的装备，然后两颗监视者，但因为我买空身，然后结果装备就变这样子，所以结果差不多啦，不用技能打比较准啦，你用技能那个每个人的运命不一样，会有那个运气成分啊，运命运抗不一样啊，你直接平砍，然后另外转射箭之后也平砍，这样就知道啦，因为放技能的话变数太多了。打起来应该都是小心点点，我不知道他穿攻击装还是穿防装，因为他防装应该是700多吧。锁血，然后差不多了。我判定啊，我就算开技能跟他打，应该也是差不多55%啦。因为那一只其实我有看过那一只的机体，我当初要买的时候就是在考虑这一只跟那一只，所以那一只的各方面机体其实跟我这只都差不多。所以如果等一下转圣剑可以屌打的话，那就很明显了。OK， 那我们来准备转职。这个武器我觉得挺牛的，这个5%几率沉默15秒，5到15秒。然后又有伤害，它跟沉默大剑不一样，它除了沉默以外还有伤害，然后耳环，然后光晕嘛，光晕，然后肩甲，哎，怎么要649啊？怎么那么贵啊？我靠，我要多补31900赚哎，好坑爹哦！转换，再看一下血量哦，因为我们刚刚转职前血量是56949，但是因为战士他有加那个血量加成的技能，所以可能转过去也不会差，会差太多吗？你不要一直按，你的弹窗挡住大 UU 了，拍死！哇，好大哦，真的好大哦！我刚刚没仔细看哎，我觉得他真的长得超像天使兽的。你们有看过天使兽吗？数码宝贝有没有看过？他的那个脸啊，根本就是照抄天使兽，脸超像的啦。天女兽有吗？这更像。有看到一个真人版哎，日本女 coser 神还原有没有？哇，真的是神还原哎，可惜没看到脸。哎呦，还有影片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正骑士登场。哎，有没有穿上去就学了技能了？那一招技能应该是神圣专注这一招。如果你有穿戴这个荣耀的光晕，就会拿到这个破装啊，敬请见谅啊，这没办法。芙蓉外观长怎样哦？长这样，哎，很帅哎，大剑骑士啊，最初的感动，神话外观。哇，兵工相向啊！为什么不用其他粉？我要用没加防御的光荣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
因为这只光龙它的技能呢是最顶的，这招很强哎、欸，三到五秒物防扣30，魔防扣20，减免扣10%的这技能啊。审判之晕强化神圣应该是远晕吧，这招应该是远晕，晕三个的那个。然后这招的话应该是对方按回卷会扣血的那一招，会套用审判之晕的晕眩状态时重置一次审判之晕的冷却时间，也就是意思就是你审判之晕好，就是我现在第二格的这招，你可以晕两次，两次机会让你晕。哦，这个如果晕命很高的人很恐怖哎。然后再加上他有两招可以留人的嘛，一招是这个嘛，这个可以把人拉过来啊，拉过来就不能飞嘛。然后另外一招是他逃跑的时候地狱压制嘛，他按回卷会扣血，总共三招 CC 吧。然后我看一下神圣征服这个是要手动按是不是，可不可以下拉啊？哦，可以下拉哎，好帅哦。然后解晕长这样子，59000血，我有59000血，转之前是56949，他有一招技能，看一下，最高50，最大体力加3%，他能力嘛，我还没点之前他是加29%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每多5点体质会多3%血，那为什么29%？因为我49点嘛，50点的话是加30%嘛，所以合理推测，哦，我这边如果点下去，等一下按确定，应该会变30%吧，确定。30%，所以等下50就好，刚好50。转完伤害命中有提升吗？转之前是471653嘛，对不对？转之后变474657啊，都多一点点啊。不是物防变多了、欸，变149哎、欸，原本才124而已。不是伤害减少变少了，原本47。不是进回变高，不是进回原本75，现在变80。然后多了一个武器隔挡贯穿，这个原本战士没有这条属性。然后再来伤害减免的话差不多啦，找二进回原本是77变75，远回原本141变133，无视反击变高了35%，原本是13%，看起来就是多了这条武器隔挡贯穿，还有武器隔挡，然后近距离暴击79%变成69%，少10%，那战士暴击本来就比较高。然后晕抗晕命，我看一下晕命变高晕抗变低了，应该是那个臂甲的关系，应该是这个臂甲，因为原本特克是加晕抗嘛，无视反击常驻35%，对啊，这个技能蛮克战士的啦。啊，但是问题是这个版本大家都转圣骑654526，哦，魔防变高，啊，物防变低一点点，砍一下，我把它拉过来试试看，哎、欸，真的可以拉过来、欸，然后晕啊。哎、欸，瑟瑟，你把我打到残血，我吸血看看，我按吸血看看。体力已经见底了。看一下吸血。体力已经见底了。吸很慢。我说真的，吸很慢，跟战士比真的太慢了。鲨鱼是90秒嘛，这个是50秒。如果50秒给他回的跟鲨鱼一样，确实太 OP。哎、欸，瑟瑟，我丢你那个回卷会扣血那一招，地狱压制，你按回卷看看好不好？我看看你会扣多少血。靠背哦，这是没中的意思吗？那再一次，这应该是吃晕命吧？暗黑抗性哎、欸，暗黑抗性哎、欸，谁会有个暗黑抗性啊？欸、那我有5%暗黑抗性哎、欸，按回卷啊，按一次扣一次哎、欸，你哎是这你狂按，一秒按6下看看，哦，扣很多。有料，你的敌人如果很紧张，他会扣更多。这刚刚魔瓶，你放魔瓶，挡不了。哎、欸，这招很靠北，这招真的很靠北。那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以后那种小只的打架就学这招，这招比你打他还痛啊！每个圣骑士每人手一招这个，然后你就一直放那个星星牛奶，自杀式攻击。哦，这招是特殊子技哦。哦，那没办法，这个可能。不是每个人都有，我觉得你是大奥飞啊，对，那当我没讲，我们这个应该跟他测蛮准的，因为我们刚刚用战士跟他打都是五波，现在用圣骑士跟他打，感受一下圣骑的威力，好像差不多，体力已经见底了，靠腰嘞，怎么圣骑平砍还打出战士，
跟我预料的不太一样啊。哦，这次好像正常了，哎，哎，差好多哦。不过战士50%以下会变更硬。我靠了，赢半条，黄战下拉打看看，然后我们有这招，这招圣洁屏障，这个应该是打实战的时候在用的。黄战，刚好开这个，这招叫什么？开这个神圣征服。感谢莱斯洛特2000点，哎，真的都赢半条。等一下我们全状态打一场，打可晕的那种，好不好？打可晕的。三条血真的硬，水龙技能我没有说水龙技能要开啊，他应该也没开吧？哦，他有开到水龙哦 ，OK。刚刚是两条打三条，他多一个水龙这样子。哦，我这场没解晕了。哇靠，这有鲨鱼吧？这场他有放鲨鱼吧？有放，哇，那一条打两条，因为这个补很少啊，你可以算 1.5 条打两条吧。我这个东西有点料欸，这招有坦度，有坦度。极光打看看，好，感觉极光那只打应该打不赢。哦，他们是说这个沉默很强啊，就是这个武器的沉默很强，5到15秒，全招不呐喊不水龙 ，OK。好妖，体力已经见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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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办法，这个机体差距，因为我们在转职前，战士跟逆风来去打是差不多的，小输一点。那如果转圣剑是可以打得赢的话，那这代表圣剑强很多。哦，兄弟们，我只能说圣骑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。这个已经测完了，确定了。他算 1.7 条吧，他 1.7 条打我这个嘛，我是开这招嘛，这招大概回20000左右吧。而且主要我觉得他会打赢战士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这条，这一条属性35%。你战士你打开你的这个面板，你看你的无视反击，因为战士很吃反击嘛，圣骑就是来克战士的啊，直接屌康战士。对啊，然后这招很强啊，这招强的地方不是在于他回血，我觉得回血是加减的，主要是他这个进回40哦，这个40很夸张哎，而且10秒，这招就是拿来坦的，然后武器格挡22%嘛，对，你放下去的话，你的武器格挡会变成42%，打过来看看，
可以直接把怪秒了吗？看一下，根本不会触发、啊，几率不是5%吗？你们觉得有5%吗？我已经砍了几百刀了，根本没触发啊！我知道了啦，他这个5%应该是圣剑伤口，不是怪物立即死亡的趴数。怪物立即死亡应该是其他几率，有啦，他一定是有套用啦，一定有套用。两分多钟有没有？攻击成功时一几率使怪物立即死亡，这个几率我看应该是超低哦、喔。续战力我觉得没有战士强，确实。啊，因为战士那个鲨鱼回太多血了、啊。战士我挂这里的时候好像不用喝水，有鲨鱼开着就不用喝水，射50%不用喝水。我觉得圣骑也不用喝水，你看我换不死鸟骑就不用喝水。600啊，打架的话我觉得就是屌打正式啊，有点克吧，无视反击那个有点克战士。